走，一开。你在我后面吧。好，来。我在你后面，你就没有撤退可言了啊！听见没有？手是往这边上去，还是往下面来？你放在上面吧。这样子呗。嗯，我就在你后面。哥，你一直在的哦。我一直在，我一直在，没什么好怕的，就看着路就好。我们走我们脚下的路，不管下面是什么啊。好。你说下面如果是深渊，但最终我们只能跨过去，是不是吧？是的，对吧？别怕，你在我就不怕了。我保护你，我给你安全的，好吗？只要你在我就一点不怕。这条路虽然很难，但是我们要跨过去。对，兄弟在，对，就不怕。兄弟连心，其利断金。是的。对吧？现在其实没那么恐怖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你再给我说的话，我就没那么恐怖了。我一个人害怕，跨出来那一步就好了哈。对，这个地方会有点晃，但没事。好了。风虽然有点大，没事，继续走，有风也继续走，不怕，走。风又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局长，可以走慢点，但是必须走完。但是必须走完，不停，我就不停。你刮风我也不停，对不对？对。风很大又怎么样？风再大又怎么样？所有的人生在于跨出的那一步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所有的人生。走好轻松啊！其实就是你要克服心中的这种恐惧。不行不行，滑不了，恐高的人真搞不了。那我给你剪开，然后你们走那个桥过去。我们直接走那玻璃栈道过去吧。那个敢走几步，感受感受。玻璃栈道其实还好。我在，我在啊。好。我马上到了，兄弟。走这个桥，我悟出一句话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谁说人生走过的路都要把风景看个遍？看什么风景？我只要想走过那个最痛苦的过程，达到终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走这个路不就是吗？你害怕就只能一路往前走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太晃了！别怕，我保护你。感谢我哥在背后一直保护着我，给我安心。就像生活里一样，一直给我安全感，让我有勇气，有执着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稳住，兄弟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得给观众朋友做一个榜样，我们是如何克服恐惧的。有些路一个人走不了，我一辈子陪着你，兄弟。只要你在，我就一点不怕。兄弟连心，其利断金。看，他自己也走完了，我不在，他也走了。呼，呼。克服了，克服了。喝口水，阿金。黄英姐还没来。三个人一条狗等着他，一家四口哎。Hello，Hello。姐，这得拥抱一下吧。
女人就要找准自己的人生态度，谁对咱不好就淘汰谁，不用怕受伤，敢爱敢恨。向你们敬礼 ，salute， 谢谢。哎呀 ，hello hello， 姐姐好，姐姐好 ，hello hello， 姐姐，这个节目你是给他当恋综来了是吧？我是打算来这儿找男朋友的。哎，谁？敖子怡。敖子怡今天刚走。他不是我的菜。那谁是你的菜？貌比潘安呀，有那个刘海的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徐志胜。徐志胜走了呀。徐志胜也走了。他二十八号来回来。二十八号还有机会吗？我在吗？你们有两天的相处的时间。在。把我安排在他边上。好好好，天天你跟他在一起吧。行，那现在干嘛呀？然后咱们现在去找房间。让他来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好有男有力哦，这么轻松吗？那么沉个箱子，他就喜欢装，他就装的这个一副就是没有重量感的样子。是的。哎呦我去，看着像有30公斤，得有吧？小布有点哆嗦。不让你装，小布有点哆嗦。不是在二楼，三楼，加油！哇，不会喘吧？子韬这体力肯定不会喘。哎呦！太沉了，谢谢，弟弟太棒了。走，你来 Q 一下姐。你来，这样吧，我来 Q 一下自己。你说你是我们这个节目里唯一一个女嘉宾，然后是最大的姐姐。开始。什么叫最大的姐姐？你自己 Q 姐姐。自己 Q。来，我们不说话，我们当你。我们站在你后面。我们当你背景板。史上唯一一个，知道吧？女的。不是啊，易烊妹妹也是女的。对啊，就是来这边年纪最大的女的。哦，对，不是，也不是最大的。飞行的女的嘉宾，真的对飞行女嘉宾，前辈第一个。他们之前只有易烊妹妹一个女的，所以挨欺负了。所以现在我来了，知道吧？我们有阵营了，走，妹妹，我们自己去玩。怎么了？不带他们。我们去偶遇去了。哎呦喂，那个老黄家的孩子不行。真的。走，给日姐接风，我们喝一个接风酒。